别玩了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，看看这个视频。这么厉害！今天咱们也来玩这个惯性挑战。这还不简单吗？看着简单，玩起来就不容易喽。So easy。可以来挑战一下试试。咱们就来玩这个吧。如果说谁抓到几个硬币，就买几个零食，好不好？行。哇哦！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，六个，那么厉害。嗯。谁先来呀？我先来。硬币已经准备好了，这个摆硬币的话绝对是一个技术活哈，一定要摆得好，摆得好就能抓得好。先来。老二你别在那里看了，你看看大姐姐怎么弄的吧。看好了。好，预备。啊，几个？八个。几个？七个。六个。啊，六个，可以可以。六个的话待会就买六块钱的零食。现在开始老二来挑战了啊，速度一定要快，要连贯性的。开始吧。一个字的发抖。放松。哎呦，你这是扔出去了吧？一个都没有。重新来。一人只有一次机会。不行，都说了是惯性挑战，你这是直接把硬币都扔出去了，找不到硬币了。找到了几个了？九个，还差一个。现在开始老三挑战，他这个手臂太细了，自己也不会摆，让大姐姐帮忙。我摆了九个。老三，你千万不要想学你二姐姐啊，速度一定要快，手向下卡，来，加油！六，抓到了啊！至少还抓到了一个，可以可以，抓到一个。好吧。老二还想再挑战一次，你的速度一定要快啊！还是一个都没有，我太难了。哎呀，真笨呀！老二还想再来一次啊！快走，姐姐，嗯，开始了。往哪扔呀？来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就抓到一个还滑掉了。再来一次。老二不死心，还想再试一次。你的速度一定要快，知道吧？手向下卡，快一点速度。开始了。快点快点，哎呦。算了，你真的不适合玩那个游戏。妈妈，我感觉这个游戏不适合小孩子玩，因为小孩子的手臂太细了，手太小了，抓不到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可以在家挑战一下，可以抓到几个呢？喵啊。哎呀，弄了那么多次一个都没中。你们三个人不要玩了，也不要吃了，给你们100块钱，要不要？要。但是你们得陪我玩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啊？就是用你的手机的计算器，我能算出来就是手这个钱上面的编号，信不信？我不信。我也不信。肯定就是套路我们的。不是，绝对不是套路你们的。肯定是坑小孩的。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你们要相信我一次。这样吧，你们都不相信我，让老大来操作，我不碰你的手机。你先把这个钱折起来，再折起来，然后把计算器打开，打开计算器，然后放到这里，把这个钱盖在这个上面，然后你来输入，老大随便吗？对，你输入三个数，然后加上五个数，再乘以两个数，然后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别看，先看一下这个钱上的。对，来，我们先来看42947188，看这钱上的这个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是啊，你怎么到的？我厉害吧？怎么打到的？这是我新学的魔术。妈妈，这个钱是不是被你动过手脚了？钱我都是一直是老大拿着的呀，手机我也没动。那我再去拿一张钱。行，那再来试一次，拿你们的钱行吗？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如果说我猜出来的话，那你那个钱就给我了。行。可以。就是成了。OK。哎，不能让妈妈看。啊，我不看。嗯。我也没有给你串通吧？对，你没给我钱，我怎么可能给你串通？那这个钱也是你自己的吧？对，如果你再弄成了，我就把这个钱给你。行啊，把它盖住。我没看啊。嗯啊，随便点。行了行了，等于814966660，来把钱打开。81496660，不行。怎么样？你肯定可以。把钱拿过来。哎，这个我绝对没有那个嘛，是吧？不行。要不行，不信的话，老二你再去拿一张来挑战一下。行行，先签。老二，你这个零花钱也不少哈。哎，我不碰你的钱，行吗？你来操作吧，这一次。行。好吧，
但是这一次如果说你要是我答对了，然后你得把这个钱给我。行，我给你一千。哦，行行，你给我一千，来吧。那个手机，来，计算器给你打开了。加油！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等一下，你先看。7863541，来，把你手拿过去，别挡着。来看看啊，我又回答正确了。那100块钱是我的了。不给。那不能玩到皮啊，给我。不给。不玩了呀。你给他欠我一千呢，老二你输了吧，1000块钱我不要了，你把这100给我。不给，不玩了。轻轻松松的就赚了200块钱，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操作的吗？今天来玩歇后语，我来为你们来回答。老三先开始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老鼠过街人人喊打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，打破砂锅，问到底，虎落平阳，被人吊，被电亲，小葱拌豆腐，1200，一个字，绝，飞蛾扑火，欺负人，自己灭亡，拔苗助长，越拔越矮，一骑绣成。瞎子点灯，不会。海底蜡，大海捞针，啥都没有。没出云，打开天窗，看窗外的世界。哎呦我的妈！不简单的意，说两话。芝麻开花，节节高。哦，又厉害，偷鸡不成，被人打。十八米，王婆卖瓜。卖的是苦瓜，老虎的屁股又香又甜，摸不得，鸡蛋碰石头，一下子就碎，什么自量力，泼出去的水，石头是不能用的水，收不回，哎，怎么那么笨呀？山中五老虎，后期山坡，猴子车大王，小和尚念经，嘟囔嘟囔，眉缝里看人，里面的人能看见一只眼，把人看扁了，你都没有脑子呀！赶鸭子上架，3，不会。2, 过年娶媳妇儿，里外不是人。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。狗拿耗子，不会。不管闲事，八仙过海。哦，这个可眼神疼。